谁呀、啊？魔术。有减速啊，大兄弟。弹！我说过了呀，我玩游戏的时候我能看手机的，我随时都可以看弹幕。我眼睛飘得快。交交不交？刀都不帮他挡了。还照我还不信这边有眼，我追不上你，看来还真追不上。
尸体。追一会儿吧，应该这边还有一个人。磁铁，追一会儿吧，应该这边还有一个人。瞄的我不给啊，擦个眼你接着修啊，尽情修。医生我干嘛不抓？一台，两台，那调香师没修啊？调香师干嘛去了？可以的。看你们救不救这个人。估计又是朝阳救。哇！估计去修十三连车。
这条钻石难受哦，这电机修不动，我在下面插的眼，再插一个，这家伙摸好了，等他起来。 修了个电机，赢1分第1了，少扣分了，这么怂的吗？ 看来前锋在附近啊！你在皮什么呀？球这么舍不得吗？ 哦，这分身交的可以。嗯，欠太急了，跟他应该慢点欠。
时过来了。丢眼！手机交了。小木屋应该有人。然后那个右边也有人啊，只不过翻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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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知都没用啊。嗯，啊，这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。杀他杀他杀他，好，这隐身不着急，他隐的好处就是自己隐身了，我知道人类在哪，他不知道我在哪，就很爽。有人来救人了，卡个二血。
跑不掉的，你没球了，完蛋！ 吸不了多少层数了，还得吸。 起不来，这边有眼，然后他相当于一个调香师。哦，这样没看到人，反正这边帐篷有三个人。 这呢？跟我跑马拉松亏的，不知道在楼梯偏误认。 瓜皮呀，你是这么贪？不着急。
看来不来救啊！估计在凑宝贝。 听到你到哪敲钟了，废墟，看见他了，敲钟要付出代价的。 跑，撞脸了，没擦个眼。 看那先知，本来在上面修的好好的，结果下来插了个，不对，把眼给弄掉了，难道不板一下了？插眼还是强啊！ 估计是要卖了，我再去插个眼，防止这个先知。那人被偷了。 你看，刚刚他又下来了，看见没？他又下来拆了，难不难受？我就很爽，嗯。哎呦，好极限啊！让他救到了。 前锋为什么一直不救人？我总感觉他带的不是怀表。 我感觉他带的是弹射。应该二楼没人修了，不用再去，不用再去查眼了。
这边丢一丢就够了。 太怀表了呀！先不着急，老地方。 修了，这个人卖了，想投，添香水了。 看他滑不滑？哎，算了，最后一把，放了吧。 Yeah.